干扰似乎已消失了。我只想看看你们。那么最后的试炼准备好了吗？刚才不是最后试炼？才不是呢。最重要的真实你不是还没找到吗？对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快开始吧。Well, 最后的最后开始推理。噔噔噔噔。哇，等一下就抖。哇，干声有点大，吓死我。那么开始吧。为什么我会失忆？为什么我会失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好像有目击到。Well, 为什么我会失忆？拥有是熟人，迷昏的原因，视觉，看到恐怖画面，唯一幸存者。凶手是我的熟人，所以他没杀了我。自己也总是不好下手，那么凶手会是谁？Well, 不可能是他嘛？小白，老师，爸爸妈妈，你，还是你？谁啦？好啦，就你啊。再考虑，真的 ，B 再考虑 ，B 都死了。俊再考虑，再考虑，小白再考虑。路再考虑，再考虑。我恳求大大解释，真的，我恳求大大啦，就你啦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跟大陆人真相就你知道，希望你是对的。推理完毕，对了吗？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希望我是错的，因为我就有独挡的机会可以再看一次。喵，你爸爸，竟然是你！既有题目，正确推理三分之一，请记一下密码。你有在任务扔完咪？我有啦，怎样啦？二四，我看一下 ，password 24871，继续游戏啊！再来一次啊，28C。那我们开始，为什么我会失忆？因为我看到 B 的世界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刚才选视觉是错的。是因为听觉吗？还是味道？应该是，食物他们那什么味道？闻到奇怪味道。因为我很幸运，我这样讲跟这样子讲有什么差别吗？医师，对不起，我就选你了。医师，对不起啊，我选了你，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我们可以猜到对嘛，对不对？居然是你！能在我家活动的应该是我老爸吧，或者是我老妈，三分之一啊。我当然有在认真玩啊，你跟我开玩笑吗？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？我没在认真玩呢。开始为什么会失忆？因为我看到了 B 的尸体，食物是听觉。我没遇到凶手啊，所以是老妈。我不知道，来给你蹦钢枪，希望如此啊。还是晚上吗？不要跟我说等一下又有什么争论战。能在我家里的应该也就我老妈。还是错了，居然是你，错误三分之一。各位就看我这边有没有，我有在认真玩咪，有啊，我当然有在认真玩啊。开始吧，我
看到 B 的尸体。因为食物好不好？我有喝东西吗？哎，我就是凶手，我怎么能杀了我自己？那凶手是谁？是，就是你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，哇，你还可以用这么轻描淡写来带过，希望你是对的。我，还是晚上吗？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是随，我现在都目前都是随随便便弄，有没有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，我原来我还是错的，居然是你。可以，三分之一了，不是三分之零，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有对咯。What？我有在认错你，不要每次就讲我。再来一次，开始推理。我根本没目的要什么，所以我根本没失忆。味道，闻到奇怪味道。没遇到凶手啊。那么凶手是谁？我会选 B 吗？他可以先打昏我吗？可是我没有被打昏迹象，居然是你，羞吗？我也有觉得羞，真的怪怪的。我不知道，希望我是对的，那我也希望我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喂，等下声音还持续着，等下声音还持续着。等一下，我们声音还持续着，代表是修咯，因为声音还持续着。居然是你，错误三分，正确推理三分之三，请记下密码。不是修吗？可是声音都持续欸 ，BGM 欸 ，BGM 都有持续的，你会跟我说我错了？而且刚才三分之三欸。好啊，应该就是这个味道。凶手是谁？你吗？好啦，那是罗吗？罗好像有离婚过嘛，我记得没错。工作之便可以任意湮灭证据，必要时还可以再制造证据。重点是他的茶和我在案发当时闻的一模一样，也许好，我不知道。希望你是对的，我也希望我是对的。这样就结束了。B 说什么？